什么呀？妈妈养你们狗花了多少钱啊？妈妈，你这叫投资。投资咋就没回报呢？还天天气我。你不知道投资有风险的吗？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养大，你们就这样对我？啊？怎么叫我是这个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你觉得时间重要还是金钱重要？嗯，当然是时间重要啊！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啊！那我们去超市买个玩具吧。啊、去啥超市啊？网上买多便宜啊！虽然便宜，但是要等好几天呢。就是，多浪费时间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看到别人赚那么多，觉得自己赚的太少了。虽然你收入的好，但是消费超前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不能怪我啊！现在这个大数据算的可准了，真是厉害。我喜欢啥，他就给我推荐啥。那他咋就没算到你没钱买呢？说的真好，下次别说了哈。那你给我买个玩具，我就不说了。要不这样，你下次考100分，我就给你买。你不想给我买就直说，大家管这么多玩。你还好意思说，不都给你买那类了吗？最近你总是过敏，超起能 N3 的部分水解工艺能帮助你更好的预防小敏感。妈妈，去超市买东西怎么不带我啊？我是在点淘上买的，比超市便宜不少呢。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，在点淘直播间还有惊喜价呢，而且还有机会加赠儿童推车、儿童餐椅、购物卡，快去黑手速吧。对了，我问你啊，如果爸爸妈妈老了的话，你只能养一个，你会养谁呀、啊？妈妈本身就养谁呗。那如果我们吵架，你会站在哪一边呢？我站在哪边啊？哎呦我的妈！